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316面，316面。第三行，第三行后面的两句看起，从真解这里看起，真解曰：福田者，供养如来，所施虽少，祸福宏多，又如良田呢，所种虽少啊，收食甚多。真解是日本净宗祖师所做的，他解释福田，供养如来叫供佛，为什么？佛的福报最大，智慧如海呀，福报像须弥山一样。我们供养他，供养的虽然少，但是得的福多，得的福大，譬如良田，这个田地非常肥沃，非常好，种子种下去虽然不多，他收获的多，这个比喻也很恰当。佛为什么福报大？中国古人呢常说的叫量大福大，这个话说的非常有道理。你的福有多大了，跟你的量可以说成正比例。贫困的人量小，只知道有自己，不知道有别人，所以无论他怎么修福，福都不大。这个道理学佛的同学应该懂得，为什么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心量很小，怎么能生大福？佛的心量最大。尤其是阿弥陀佛，念念想着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，你这个心量没有人能够相比啊。他想不是随便想啊，他有真实的智慧的能呢，去帮助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众生，他有这个能力，有这个智慧，问题呢，众生能接受多少，他就能得多少。这个道理我们尤其要明了，我们的心量小，佛的心量大，
我们得佛加持的也不多。啊，这就是受自己心量的限制了。啊，所以佛法常讲上中下三根。啊，这个三根在佛经里面用榆树做比喻，大树。啊，雨落下来的时候，它吸收的水分多；小树，它吸收的少；小草，它吸收的更好，很少。啊，雨落下来是平等的。为什么？大树、小树、小草啊，个个吸收的水分不一样，对，心量不一样。啊，小草只需要那一点点，它就够了。啊，同样一个道理，我们的心量一定要脱开呀、啊，心量不脱开，不会有成就。啊，常常啊，要为众生着想，不要为自己。啊，自己天天在学习，为谁学习的？为众生学习的，不是为自己。啊，心量大，肯学习，肯为众生想，肯为众生服务。啊，这就能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。啊，得到多少还是自己心量大小、愿力大小，这个有关系。如果真的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、同德同行，那我相信你不会超过十年。你的智慧福报跟阿弥陀佛就差不多了。啊，佛的力量真加得上啊。啊，这话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现在量子力学家都懂得，都能够做证明。啊，但是这个心量呢，不容易发出来。这个原因是有障碍，这个障碍就是烦恼习气啊，我们通常叫业障啊。业障这两个这个名词用得非常好啊，业是造作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。原因是我们对于真妄、是非、利害，我们自己搞不清楚，搞不清楚就没有这个智慧。啊，有意无意，念头错了，言语错了，行为错了。啊，有意无意，常常犯呢、啊。如果不常犯，菩提道就很容易成就啊，不难啊。这业障怎么办呢？普贤菩萨教给我们忏除业障。啊，一定要懂得忏悔。什么叫忏悔？早年张家大师教我，后不再造叫真忏悔。那忏悔那些仪式，老师说不重要。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这个话我相信不是张家大师一个人说的。
肯定很多人说的。如果在新加坡，纳丹总统他就跟我讲过，他是印度人，信奉印度教。告诉我，他在宗教里头最佩服佛教，就是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，跟张家大师讲的是一样的话。所以我相信这句话是古大德所说的，实质重要啊，形式不重要。所以在言行方面他是活活泼泼，随顺机宜，才真正做到了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由他们有具足。什么场合用什么方式活的那不重要，重要是真诚心后不再造要真忏悔许多人虽然忏除业障，业障老忏不了，除不了，什么原因呢？忏了他又造习气很难改过来，有意无意就犯了。要真心去立志。像夫子所说的不二过，过失只能有一次，没有第二次。第二次、第三次还重犯这个过失，这就错了，大错。知过而不能改这叫真的过失。所以佛是大佛体，佛一生所做的事情没有为自己，那个佛是从这来的一丝毫都没有为自己为什么？佛我相破了，我执破了，没有我了虚陀洹破身见，没破我执什么人破我执呢？圆教初住菩萨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，我这是真的破了我这是什么？摩那识摩那是我执初住菩萨转八识成四智，这我没有了，转摩那为平等性质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，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不再有分别之处了可是在他境界里头，他是见性的，自性里面有三德，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脱德，这自性有三德，三德每一样里头都有我法身里面有常乐我净四德，般若里头也有常乐我净，解脱里头也有常乐我净，那个我叫真我
啊，那不是我执。啊，那个我是什么意思呢？主宰的意思，自在的意思。啊，所以佛家讲四净得了，常乐无净四净，常是不生不灭。啊，所以般若、化身、解脱，通通都没有生灭。啊，乐是永远没有苦。啊，三苦八苦都没有。啊，我就是主宰，自在。啊，净是清净。就像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说第一句话，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。啊，那么供养这种人，福报当然大。世间人也是一样啊，供养有福的人得福就大，供养没有福的人得福就少。啊，不是没有福，有福。底下是菩萨本行经，你看这个注解，它是用好多经论来做注。所以佛为佛体，除无上功德故啊。佛是每一天呢都在那里积功累德了，那他的功德多大？啊，一丝毫染污都没有，一丝毫执着都没有。啊，永远是恒顺众生，永远是帮助成就众生。啊，永远是顺着，不是逆着的。这个非常了不起。众生作卧呢，随顺他的卧。那个随顺是无量的慈悲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啊，不随顺你不能接受嘛。随顺你就欢喜了嘛。知道你在恶业。恶业要不除，你回不了头。啊，甚至于这个菩萨的时候还成就你的恶业，希望你这个恶业提前把它拔掉。有道理啊，拔掉之后你就能接受了，你就能回头了。啊，这是我们凡夫看不到的。啊，这是真实智慧，对众生的真实利益。啊，以上注释，啊，经典里面的解释，祖师大德的解释，介于经经相契，啊，跟本经的这两句话了。相契合啊，又俱舍论，有四福田啊，这是讲我们修福，你要懂得哪是福田。第一个叫趣田啊，趣指什么？指出生我们对待出生要知道布施恩德，
啊，年轻的法师讲经说法给人听，没法缘，啊，老和尚叫他每一天拿一点小米去喂鸟，不是他们。啊，到小和尚年岁大的时候，都一群年轻人都跟他学习，拿来的小鸟投胎了，做人了。这老和尚知道啊，这小和尚不知道啊。啊，真的如是啊。啊，畜生接受布施。啊，这个布施里头都给他说法，都给他受斋三皈依，都给他祝福，他的罪就很快消掉了，啊，再得人身，啊，跟小和尚有缘，啊，就特别喜欢小和尚，啊，小和尚老了，他都做他们徒弟了，啊，都福田呐。所以我们有这个机会不要错过，哎呀，蚂蚁啊，都是福田啊，好好照顾啊，啊，菜园里的小虫啊，跟我们最近的，你好好照顾他们啊，院子里头啊，菜园里面，我们放上念佛机，念阿弥陀佛，让他们时时刻刻都听到。啊，我们学习经教，不要忘记为他们回向。第二种呢，苦田，是贫穷困苦之人，啊，这些人要照顾。我们居住在一个地方，对于地方的邻居邻里乡党，不能不照顾。啊，要把这些人当作兄弟姐妹看待，年老的人当父母看待。啊，为什么度众生由近而远呢？近水楼台先得月呀！啊，跟你做邻居的没有沾到佛光，啊，你还是你佛光普照，哪有这个话呢？这讲不通啊！啊，邻居先度，第一优先，啊，天天见面，一见面或者阿弥陀佛，好啊，佛号就进去了。啊，我们早年去在外国见面喝茶，外国人看到知道啊，我们给他鞠躬，啊，他很欢喜。我们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什么意思？他会问的。啊，我们就给他，阿弥陀佛是长寿的意思。哦，他听了很欢喜，啊，我们祝福他长寿。啊，阿弥陀佛是清净的意思，阿弥陀佛是快乐的意思。哎呦，这个好，我们都要。所以他也会念了。啊，我们邻居通通见面都会念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讲的没错。啊，极乐世界是快乐，阿弥陀佛是无量寿佛，无量寿啊。啊，是清净快乐。啊，你给他讲别的他不懂啊，这个讲法他很容易懂，一听就明白了，啊，他就喜欢。啊，这苦田要记住，一定要照顾，
啊，第三个呢，恩田，叫父母，这是恩田了。啊，第四个呢，德田，是老师。啊，三乘之先生。啊，所以老师也是恩田，也是德田。啊，德田里面包括圣人，啊，不同族群的圣人，不同宗教的圣人，我们都应该供养，都是我们修福的地方。啊，门户之见要突破，每一个人都把门关起来，跟人家不往来，所以宗教就会有冲突，族群就会有冲突。啊，门户打开，我们是一家人，这些冲突自然就化解了。啊，我们对别人宗教，他们信奉的神，我们进他的教堂，进他的寺庙，我们也顶礼，我们也鞠躬，我们也恭敬，他们心头欢喜。啊，这里的许许多多的误会呀，它自然就化解了。啊，他们有些人会问呢，啊，你为什么对我们宗教的神会那么样尊敬？啊，我们就会说，我们宗教里拜的释迦牟尼佛就是那个神的化身呐，还要他一天才高兴了。哦，佛是我们这神的化身，是一家人。哎，你想想看，你那个神在我们佛教里怎么教我们的？你看到这个经里说，佛在我们这个宗教里教我们的。哦，原来是他的神教的，他就来听经了，慢慢他就明白了。哎，我们没有骗他了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有一次在日本。日本有个老和尚，以前这些老和尚在，我常去看看他们。这些老和尚都不在了，啊，中村康隆。我第一次跟他见面，他告诉我，全世界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，了不起啊！啊，观世音菩萨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啊！啊，应以耶稣身得度，他就现耶稣啊！应以摩西身得度，他就现摩西啊！那所有宗教全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呐、啊，一家人呐、啊，一个人呐、啊。我们相信佛菩萨，佛菩萨有没有化身？有。啊，所以千手观音头上那个32印30种像啊，我们现在全画错了，它都画成一样的，应该画成各种不同宗教、各种不同族群。啊，菩萨随类化身，在各个不同宗教、各个不同的地区。啊，我在马六甲。一个缅甸的寺庙，我去参观，里面供养大概有30-40尊释迦牟尼佛，啊，玉雕的，都是站着的像，啊，三四十尊，通通是释迦牟尼佛。你看面孔呢，面孔不一样，
有一个缅甸人，有一个马来人，有一个越南人，还有一个西藏人，有一个日本人，有个中国人，各种各族群不同的面孔，啊，通通是释迦牟尼佛在那里化身变现的。这个好，这个非常有意义。啊，可是我在那里就是没有看到耶稣的面孔，没有看到穆罕默德的面孔。啊，这是正确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你就晓得，这些有智慧的人，有大福德。啊，他们起心动念呢，遍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，他不分宗教。啊，不分你是哪个族群，也不分你哪个国家，啊，什么文化什么，他都不分呐。啊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啊。啊，所以是为。广义的福田啊，今天的世界跟过去不一样啊。80年前，先进的交通工具又不发达，没这么普遍啊，特别是在中国的内陆。啊，抗战期间，中国没有公路啊。啊，我听说中国在战前，公路只有一条，南京到杭州，叫京杭国道，是普遍有的。双线道，那双线道很小啊，两辆车子一个去一个来啊，双线道啊，啊，铺的是柏油，啊，其他的公路都是泥沙沙土，啊，下雨全是泥巴，啊，抗战8年我们经历过的。那每天逃难呢，跟行军一样啊！啊，那个走路是非常困难的。啊，平坦的道路没有啊。啊，生活环境虽然很苦，但是人心都很善良。啊，跟现在这个社会不一样。啊，这两句经文提醒我们。要积功累德，要广种福田，也就是说，要修慧，要修福。底下一段，啊，第三个小段，救苦。一诸法药，救了三苦。啊，这一段呢，也就是两句经文。啊，念老的注解，啊，一诸法药，救了三苦。诸佛度生呢，应病与药，药
欲如来妙法，并呢欲众生疾苦。啊，这个意思就说得很清楚了。啊，诸佛度众生，方法多，这法门无量啊！大乘教常讲的八万四千，啊，小乘常说的三千为一，这方法很多。啊，该用什么方法呢？那看众生，因人而异，因事而异，因时而异，因地而异。所以佛说法是厚厚薄薄的啊！所以佛告诉我们，佛无有定法可说，千变万化啊，这才叫救苦救难呢！啊，你需要什么就跟你说什么。决定是相应的啊，如涅槃经曰：“度众生故，为说无上微妙法要。”啊，什么是无上微妙法要？把你的毛病治好。啊，也就是把众生的苦难解决了。啊，所有一切苦难从哪里来的？这个一定要知道。现在一般人都觉得是从外头来的，错误了，外面没有，外面是真没有。啊，所有一切苦难是从自己错误观念当中产生的。外面真没有啊！如果外头真有苦难，诸位想想颜回，啊，贫困到极处啊，居陋巷。啊，住的是非常简陋的小棚啊，不叫房子啊。啊，吃饭没有饭碗，用竹子编个篓子。啊，但是喝水葫芦瓢，瓢饮。啊，孔夫子非常感叹的，一般人过他那个生活受不了啊！谁能忍受那样清苦的生活？可是颜回没觉得苦啊，颜回很快乐。孔子弟子当中，这是一个最快乐的一个人啊，法喜充满。他落从哪来的？这就说明苦乐跟外头境界不相干。啊，完全是从念头产生的。不善的念头带给你痛苦。啊，善好的念头带给你快乐。这个事情佛知道。啊，所以佛有本事帮助人离苦得乐，这里开悟就乐了。你迷惑的时候苦啊，那迷的人心外求法，那真苦；悟的人晓得，
真法，正法不在外头，在哪里？在自性里头。所以佛在华严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那我们就明白了，我们求智慧，求德能，求相好，应该从自性里头求，不在外头，外头求不到啊。啊，前两天丁居士来访问，作为访谈。啊，告诉我，现在很多女孩子去美容，她是不是真的美容？不是的，那叫毁容，不是美容。啊，你的面孔，父母生下来就是最完美的，你要不喜欢，要改变它，那你就毁掉容了。啊，所以那个美容院，那个美字是骗人的，千万不要上当啊。那真的应该写毁容院，你们哪个愿意毁容就来，我帮助你毁容。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前几年我在澳洲，啊，有个义工居士，啊，义工同修，啊，在我那里照顾我生活，啊，我每天看他愁苦不堪，我说你怎么搞的？鼻子痛，有什么原因呢？20多年前美容，就把鼻子整形啊，现在20年之后啊，苦不堪言我说是你自己愚痴，你上当了。那我看到美容受苦受难的看到很多啊，所以那美容院要改个字叫毁容院就对了啊，愿意去毁容就到那儿去啊，所以一定要晓得自然的是最健康的。你想要美容很容易啊，不要到美容院，你去找佛菩萨，那真的是美容。佛菩萨告诉你，相由心生，你心美善，相就美善啊，相随心转嘛。美容院只有佛菩萨有资格开啊，凡夫开的是假的，是骗人的，是或者那个是真的是毁容院的。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，千万不能上当。啊，你看学佛的人，相貌不好，可是学个3年5载，他相貌变了。啊，10年8年，你就看得很圆满了。啊，你从这里证明，相由心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心里头有自私自利，有名闻利养，有贪嗔痴慢疑，那个相貌一定不好。
啊，你们看看佛菩萨的相貌多慈悲，多安详，啊，多美，啊，美容要向跟观音菩萨学。观音菩萨美从哪来的？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从这来的。你们能够学大慈大悲，不个个都跟观世音菩萨一样吗？啊，别搞错了。啊，所以佛是应病与药，啊，无量无边法门，帮助无量无边苦难众生呐。三苦，这是经教里头常讲的。啊，第一个是苦苦，有苦事之称，二生苦恼，啊，苦苦里头啊，常说的有八苦，啊，诸位要晓得，八苦就是三苦里头的苦苦。啊，这八种大家都知道啊，啊，头四个就生老病死。啊，生苦，畜生的苦，我们每个人都忘掉了，人很健忘啊，畜生那个苦忘掉了，做胎那个苦忘掉了，啊，十个月，住在母亲胎胞里面。那个胎胞美其名叫子宫，啊，子住的宫殿呢，其实佛说那是地狱啊，叫什么？叫胎狱。那不是宫殿的，啊，住在那里不好受啊，啊，母亲喝一杯凉水。他就像在寒冰地狱，母亲喝一杯热茶，他就像在八热地狱。啊，母亲如果不高兴发一顿脾气，他就惊慌失措，他就吓死了。啊，所以母亲的情绪对胎儿影响很大。啊，懂得这些道理，怀孕期间一定要遵守。啊，古德所讲的怀孕之礼。啊，十个月要心平气和。啊，言语。意念都要端庄啊！历史上记载，周文王的母亲，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。她怀孕怀文王的时候，啊，眼不看卧色，就是不好看的东西不看，不受他影响，耳。不听淫声，那不正当的话不听，口不出傲言，不要发不说发脾气了，啊，带一点傲慢的口吻都不会说的。你看，他就能够舍身口意，啊，所以生下了小孩，他会教啊。把他教成圣人，圣贤是母亲教出来的。啊，人要有个好母亲的话，就圣贤人了。啊，所以母亲对子女不能不负责任了。
啊，母亲伟大之处在此地，替人类制造圣贤，这还得了啊？这个功德没人能比啊！啊，圣贤是人教出来的，佛菩萨也是人教出来的。啊，做母亲的人要会教啊！啊，今天这个世界没有圣人出现了，社会动乱了，谁的责任呢？做母亲的责任，没有把儿女教好。啊，所以现在做母亲很苦啊！啊，为什么有果报吗？你要把小孩都教好了，那你现在就享福了。啊，你没有教好的话，那你现在得受罪了。夜因果报，丝毫不爽啊！不是没有道理啊！啊，问题不在外头，在自己。啊，自己没做好。啊，所以辛苦。啊，如果不知道辛苦，啊，你看看小孩出生，小孩一出生就哇哇大哭，那一定很苦吗？不苦，他为什么哭呢？你有没有看到哪个小孩生下来哈哈大笑呢？啊，很快乐的样子，没有。啊。都好像吃了很大的苦头，九死一生啊！真是像这种情形啊！啊，所以生之苦，我们要能体会到啊，劳苦，这大家都看到啊！啊，尤其是现在的老人，现在的老人是非常非常可怜。为什么呢？儿女不养老，啊，在过去富有的国家还不错，啊，国家养老，啊，可是现在灾难这么多，国家养不起了，老人就更可怜。啊，老人每个月的生活费用国家供给不起，怎么办？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啊！啊，老人退休了，晚年就靠这点退休金。自己又不会理财，不到个三年五载，钱被人骗光了。啊，这个社会千变万化，做吃人的社会。啊，所以现在老人多可怜。多苦啊！啊，所以住老人院里头，自杀率大概最高的就是老人院。常常听到老人院老人自杀，啊，为什么？孤单，没人照顾，啊，亲人都没有。啊，活的还有什么意思？啊，人的尊严没有了，这最后寻短见，自杀。啊，带着怨恨离开这个世界。
啊，学佛的人知道，信仰宗教的人知道，啊，他对这个世间怨恨，有怨恨他就有报复。冤冤相报，麻烦透了。生生世世，这个结都解不开呀。啊，病苦，啊，这个一般人都知道。现在的疾病很复杂了，啊，中国有非常好的医疗，没人学了，啊，中国的医疗5000多年的历史啊。啊，现在人不相信中医，相信西医。所以中医没有人学了，没有人学，中医就会断掉。这真可惜啊。啊，中国在古代。古代的社会对于两种人最为人尊敬的，一个是教书的老师，一个是行医的医生。这两种人生活都非常清苦啊，但是社会上没有人不尊敬，为什么？他们是舍己为人。啊，这两种人都不是要钱的，是读书人。啊，收个学生要收他的学费，这个讲不过去啊！啊，良心上说不过去，怎么可以要钱呢？这老师生活怎么办呢？是学生家长逢年过节送一点礼，啊，让老师生活能过得去。所以老师都是所叫穷秀才呀，他没有从事生产工作啊，全心全力教下一代啊。如果他服务这个地方是个富有的家庭，他的供给就会丰富一点。如果是个清寒的家族，那他的生活就相当苦。啊，苦，他不会以为是苦，他还是叫下去。啊，这两种人有德行。啊，真是清高似的。啊，医生是给人治病的。啊，病治好了。人家富有的，哎，多给一点钱给你，供养你；没有的就少供养一点；再没有的完全免费。甚至于这病人家里很有苦难的，医生有的时候还补贴他一些。啊，所以学医是为了救人，不是为了赚钱。啊，这种人在社会上普遍受到大家尊敬。啊，老师是为了把下一代教好，也不是为赚钱的。啊，不像现在呀，现在听说开补习班很赚钱呐。啊，比学校的老师的时候，那个工资要高出好多倍，10倍都不止，听说。啊，补习班是学店的，开学店的，那变了，社会整个变掉了。
所以这个社会有灾难，原因就从这来的。啊，基本的德行没有了。啊，基本德行是五个字啊，仁。仁者爱人。现在的人连自己都不爱，他怎么会爱别人？啊，他要爱自己，他能毁容吗？那毁容就是不自爱呀。诸位一定要记住啊，那招牌上那个字很美，叫美容啊，实际上它是毁容，那这是不自爱啊。要把自己父母给你这个面貌的时候，你把它毁掉，大不小啊！啊，所以连自己都不爱，他怎么会爱人？啊，第二个义，义是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或情或理或法，现在全违背了，不知道什么叫情理法了。啊，义没有了，仁义没有了，道德就没有了，礼没有了。啊，现在人不懂礼，不能怪他没学过。啊，现在社会上也没有礼，他已经看不到了。啊，智更不必说，没智慧。全是感情用事，烦恼当家，没有理智了。幕后一个不讲信用，最后一个是信，没信用了。啊，说话不负责任。啊，真的。所以现在多少企业家我们所遇到的啊，都叹息找不到员工啊，大学每一年毕业出来学生很多啊，啊，博士硕士找不到工作，为什么？他们学得不错，他不会做人啊，老板是希望会做人的，啊，不会做人。这个教育出了问题，出了很大的问题。啊，最后就是信用，啊，信用都没有了，破产。中国人做人基本德行五个字全都没有了，社会就乱了，灾难就来了。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这些课程非常重要，人生必修的课程。我们要认真来补习啊，把这些功课补出来呀。啊，这讲生老病，幕后一个死，死苦，死了真苦。为什么呢？我道去了啊！几个人死了，将来能够到三善道？啊，绝大多数的都到三恶道去了。啊，生老病死，
没有一个人能逃掉。那你在这一生做人，你必须得承受。除这个之外，有求不得苦。啊，你心里面所希求的、所期望的得不到，怨憎会苦。啊，冤家对头，不希望看到的，偏偏天天见面。不愿意做的工作，不能不做。啊，怨憎会求不得。爱别离。啊，喜欢的。不能够长聚。人事物都一样。人活着的痛苦。幕后一个无因之神。这是从理上讲的，前面七桩从事上讲的，你好懂。啊，理上讲的说，无因之神是烦恼啊，习气啊，日夜都不停止啊，啊，晚上还做噩梦啊。啊，这是佛家讲的人生。啊，苦苦。那么第二种坏苦，由乐死之趣而生苦恼。啊，坏是什么？我们中国人讲的“乐极生悲也”。啊，快乐的事情离开了，悲伤就来了。啊，人间常死，没法子离开。但是，坏苦天上都有。啊，欲界天人有苦苦，但是轻，没有我们这么严重。有苦苦。啊，色界天人呢就没有苦苦。这个八苦他们没有。啊，色界天人是化身，不是胎身，是化身。啊，他们确实很快乐。啊，他们没有七情五欲。啊，所以心地清净，啊，清净快乐。啊，但是他们有生老死。啊，老化的时间很短，只有在寿命临终前七天，人才觉得老化了。啊，只要一个发现老化，就晓得寿命快到了。啊，在这个之前没有感觉到老化。啊，他寿命比人长，长很多。啊，所以在临命终时坏苦，那个坏苦就非常非常的明显。啊，快乐的事情过去了，像一场梦一样啊！啊，行苦呢？行者千流之一，由一切之千流无常而生苦恼。这个行苦就是说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能够永远保持，随着时间千流，你天天在变化。我们常讲青春不住啊，这叫辛苦。啊，我们人衰老，不是突然衰的，
是一秒一秒钟在衰，这叫潜流，谁知道啊？我们看到老化，哎，十年很容易看出来，一年不太容易看出来，一个月就更不容易看出来。殊不知这个老化是一分一秒在那里移动啊，你不能保住啊，啊，你不能叫它停住不动啊。啊，从生到死，我初学佛的时候体会到一桩事情，人的一生有什么意思？从出生那一天就是一条路一个方向，拼命勇猛精进，一分一秒都不停止，到哪里去？到坟墓去。不是从生到死吗？真精进啊，一秒钟都不停止。这叫人生啊。啊，确实无常。啊，我们不能没有警惕。啊，这个问题是人生头等的大问题啊。又没办法解决。古往今来，中国外国多少圣者想这桩事情，寻求解决之道啊，有没有结果呢？有非常殊胜的结果啊，发现到什么？发现到肉体有生命啊，肉体有生命，灵性没有生灭，死了他又来投胎啊，还是他啊。我们中国人讲灵魂不灭，这真的啊。佛法讲灵性，灵性跟灵魂实在讲是一桩事情，但是不一样。灵魂是迷，迷而不觉啊，他不会出六道轮回啊。灵性觉悟了，觉悟了他要出六道轮回啊，他真的出去了。六道之外啊，海阔天空啊，有很多奇妙的世界啊。这些觉悟的人，一般人修行的人啊，把六道的因把它断掉，六道的果就能够脱离了啊。六道的因是什么？强烈的情执，这是六道里头第一个因啊。古大德常说，爱不重不生娑婆，念不移不生净土。这两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啊。那个爱是什么呢？是爱欲啊，就是对财色名食睡的爱。这个执着要是很重的话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那觉悟了，明白了，我这一生想超越六道轮回，他就把这个爱欲断掉啊，不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啊。我们这个身体灭了之后啊，灵性就超越六道轮回啊，念佛第一殊胜呐！啊，念佛人的目的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
这部经就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让我们认识释迦牟尼佛，啊，我们到那边去学习，那边是个保证班，保证我们一生成佛，啊，我们问题就解决了。八万四千法门不是保证班的，唯独这一个法门是保证班。啊，阿弥陀佛保证你，释迦牟尼佛保证你。啊，你只要认真修学，你决定成就。啊，成就的果德会跟他们一样。底下说家乡树，他说三有之苦，古云三苦，这观护里的设定即三界生死啊，真结为详舍为稳，这是日本的祖师的注解，他也赞叹嘉祥大师这个说法，这个说法呢非常的稳妥，说得好啊，三有之苦啊，啊，三有这个三就是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有是什么？有了因了。你有欲界的因，你离不开欲界；你有色界的因，你离不开色界；你有无色界的因，你离不开无色界。啊，只要不能离开，三界都苦啊！啊，欲界苦苦。坏苦行苦通通要受啊，色界没有苦苦，但是有坏苦有行苦啊，无色界连坏苦都没有，但是有行苦，所以佛说三界通苦啊，真正聪明人啊，要超越三界，也就是离开六道轮回啊。六道轮回不是个好地方啊，这个一定要知道啊。在这个里头受罪、造业、受报啊，尤其是人与人之间。人与所有动物之间，人与一切鬼神之间，都是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有意无意，啊，杀害的畜生。蚊虫蚂蚁，他要不要报复？他要，那是一条命。有意无意得罪树木花草，树神呐、啊，得罪了山川大地。啊，他如果怨恨。也都会来找麻烦。啊，所以这个里头的日子不好过。真正聪明人，明白事实真相，都会发心的求出。啊，想办法了，出力六道轮回。
我们看下面，盖除三有生死之苦，更获净宗之旨啊！啊，净土宗，他就是帮助我们离开三有，啊，离开六道轮回。真解是经文曰：“如来大义王，能知其病，应病于药啊，治三有之苦，病有众多，法药亦多，故曰诸法药。”啊，这经文上一诸法药救了三苦。啊，如来，这是释迦牟尼佛。啊，比喻他是大义王啊，啊，能知三界一切众生的病苦，啊，他造业受报，佛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你遇到佛法了，佛就能帮助你。啊，佛会教你。你如果是依教奉行，你真的能够离苦得乐。啊，但是今天佛不在世了。这个大义王过世了。虽然他过世，过去他治病这些药方都在，这药方经典呢，啊，过去跟很多人治病的这方法了，理论方法都在这里，很多后人收集，现在编成一部大书，叫《大藏经》。大藏经什么？就是佛陀为六道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讲的这些方法。六道众生是病人，大藏经是药方，可是药方要用的对症。啊，不对症的，不但治不好病，反而把命送掉了。啊，你到药店，你没有处方，你敢吃那些药吗？啊，有些药马上就要命啊。啊，现在处方的人没有了。啊，过去有继承人，佛有继承人，他的学生。啊，依教奉行。啊，他虽然没有能力开药方，但是他比我们经验丰富，他可以在药方里头去选择。哪一个方子适合你？啊，因为过去曾经有跟你相似的这些病痛。啊，如果你用这个药方的，应当有效。如果没有能力选择的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选择好了，念佛法门。啊，我们没有能力选择，我们也找不到高明人替我们选择。啊，那这个方法是世尊选的。啊，世尊在《大集经》上说，正法时期叫戒律成就。啊，真正持戒就能够了生死出三界。
相法时期禅定成就。啊，正法一千年，相法一千年，现在是末法了。末法时期净土成就。啊，就是念佛求生净土。末法有一万年。就这一万年当中呢，只有这部经，这个法门，可以真正帮助我们离开六道轮回，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我学佛六十年，起初不相信啊。哪有这样便宜的事情？总是怀疑，不断烦恼，不消业障，也能脱离六道轮回？没听说过啊！只有这部经上说了，其他经上都没有啊，都是要消业障，要断烦恼啊！消业障，断烦恼。几个人能做到？说的容易，忏除业障，后不再造，你能做到吗？孔子赞叹他的学生，他的学生三千人，三千里头有七十二个杰出的。这七十二贤啊，真正做到忏悔不二过的，就是颜回一个人。所以孔子特别赞叹他。三千人只有一个做到啊，其他的都做不到啊。啊，你就晓得忏悔改过之难，啊，难难也有方法，啊，孔子没拿出方法出来呀，啊，释迦牟尼佛拿出方法出来了，这方法是念阿弥陀佛，啊，你把念头转过来。只念阿弥陀佛，其他的全部放下。这个方法妙极了，真正把一切都放下了，烦恼也放下了，业障也放下烦恼不必断，自然没有了。只有阿弥陀佛了吗？阿弥陀佛念久了，那个烦恼就不见了，自然不见了。业障呢，自然消了。所以这个方法真妙啊！啊，夫子没有这办法，释迦牟尼佛有这办法，诸佛如来也没这办法。啊，只有阿弥陀佛有这办法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教我们，啊，你就用阿弥陀佛这个办法，一生成功了，啊，念上个三年五载，成功了，啊，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到极乐世界可了不起了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那什么，那就成佛了。到极乐世界就成佛了，这种殊胜的利益到哪里去找啊？啊，这样就了三苦，第一啊，没有第二的。啊，所以这个法门遇到不容易。
真正遇到了，千万要记住，要把它抓牢，不能让它空过。啊，空过，我们后悔就迟了啊！啊，下一次再碰到这个法门，不晓得哪一生哪一劫了，很难遇到，太难。啊，所以一定要在这一生成就。我们再看底下一段经文：受记佛护，经文。生灌顶界，受菩提记。啊，生灌顶界，见堂矣。戒位也，戒位。啊，灌顶者。印度古代国王即位时，取四海水，灌于王鼎。啊，这个灌顶是印度一种习俗。啊，国王即位的那个时候，啊，举行了灌顶的礼。啊，密教同志有灌顶法。啊，在佛门里头，密宗有灌顶法。灌顶呢有多种。啊，简言之为二种。啊，简单的说，把它归纳就两大类。啊，第一种呢叫戒缘灌顶，啊，通常密宗的上师跟大家了做这个灌顶，这是戒缘灌顶。啊，让大家都欢喜，啊，戒缘灌顶，啊，行人启发。唯戒佛缘，应入灌顶坛，受以本尊之印于真言。此后呢，行人皆可依教随分修习，是为戒缘灌顶。就像啊，显教里面的皈依一样。啊，显教里面传授三皈依。三皈依有戒缘三皈啊，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说，无论是出家在家，通通都是戒缘三皈啊。为什么没做到啊？没有皈依也没有依，皈是回头啊，我们没回头啊。一是依靠啊，没依靠佛啊，那全是假的啊。举一个形式啊，这戒缘，这一定要懂得啊。三皈依在显教是入佛，第一个大典啊，非常隆重来举行啊，有老师传授，有大德来证明啊。皈依，皈是回头，回归也是依靠。
我们在没有皈依之前，我们是迷惑颠倒，我们所依的啊，日常生活当中所主宰我们是烦恼习气，啊，是自私自利，是贪嗔痴慢。我们是听这个智慧啊，啊，造作一切恶业啊，皈我们从这里回过头来，我们依佛陀。啊，依佛的教诲，啊，不依我们烦恼心思，这是真干才行啊！啊，皈依佛，佛是什么？佛是觉悟。啊，所以真正皈依佛是觉而不迷。我们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一觉悟啊，我们有没有做到？没做到啊！啊，没做到就是结缘皈依，这这个要知道啊。今天就是念受大戒都是结缘，为什么做不到嘛？啊，头一个三皈做不到，五戒做不到。啊，所以全是假的。啊，那怎样才是真的皈依佛呢？你对佛要认识，要了解，那就是经典，天天不能离开。啊，我真正知道佛教我些什么。啊，我要求个转变，我要依照佛的指导重新做人啊，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经本是标准，是依靠，这就真学佛，真的皈依三宝了啊。佛教我们哪些可以做的我们就做，叫我们不可以做的就不做啊。那最明显的是善业啊，不能杀生，不能偷盗，不能邪淫啊，不能妄语，不能两舌，不能绮语，不能恶口啊。恶口是发脾气骂人，不可以的啊！不能贪，不能吃，不能嗔恚，这个你得真做到才行啊！有标准呢、啊，啊，觉而不迷，啊，皈依法呢？法是真知真见。啊，对宇宙人生的看法正确，没看错，这个不容易啊！啊，法的标准是佛知佛见，啊，入佛之见，那就成佛啊，法落实在经典。佛在世的时候依靠佛，佛不在世的时候依靠经典。啊，三皈里的经典是第一重要。啊，我们有没有真的这一生当中依照一部经典来修行？啊，不能多。多就乱掉了啊！一定要认识，经典再多，佛说的很好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这个意思就劝导你，只要学一样，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，你就成功了
啊，不能贪多，贪多就乱了，你不会成就。啊，我们都要听话了。啊，听话就天知道啊，要遵循呢，那就一门深入，不能搞第二门。啊，话说的很容易啊，做起来很难呐、啊。谁肯听话了？谁不想多学一点呢？就是佛说话慈悲，真实智慧。你一门通了，一切自然通了。他是真的教你，把事出世间所有业法全通了。怎么个通法？一门深入才通。你学很多法门，你绝对不会通。为什么？你的精神、你的时间、力量全分散了。啊，这世间人没智慧啊，用佛的方法了，个个都成佛啊。佛是什么吗？就是一门深入啊，因定啊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慧一开了，全懂得了啊。禅宗六祖慧能跟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。慧能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啊，虽然是佛门的祖师讲堂里都没有听过一堂课，禅堂里都没有坐过一炷香，念佛堂里的也没有去念过半个钟点，他成为祖师，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样不同。那为什么？就是放下了，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全放下了，放下就成佛了。啊，所以佛教一般人，能大师那是上上根人，那不是。他一下能放得下，我们不能放下，慢慢放，那就是中下根人。那中下根人慢慢放，怎么个方法呢？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，是慢慢放。如果你不照这个方法，你一辈子入不了佛门。啊，无论怎么样好学，怎么用功，与佛没有分。啊，你走的是一条错路，是一条弯路，你不走佛的真路，啊，自以为聪明，走弯路，啊，这一生浪费了，啊，到老死后悔莫及了，啊，这个道理，古时候有人讲。现在没人讲了，啊，没有人知道了，啊，皈依僧，僧是清净，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，所以皈依是皈依自心三宝。这个一定要懂得啊，一切三宝的根源是自信啊，自信觉是佛宝，自信正是法宝，自信清净是僧宝啊，不是假象啊。啊，听说皈依佛就想到佛像，错了，完全想歪了。听到皈依法就想到经典，听到皈依僧就想到出家人，全错了。啊，经典不是经典的文字，是经典里面的道理，是经典里面的方法，啊，经典里面所说的境界，
啊，这是真经。啊，光读文字，啊，对于文字里面所含的这些道理、方法、境界都不懂，读也是白读了。啊，不开智慧，得不到受用啊。啊，身六根清净，那是言持戒律啊。戒律没有别的，帮助你的清净心而已啊。它作用就在此地啊。啊，心地清净，自然就得禅定。啊，得到禅定，自然就开智慧。啊，佛这个方法，不是释迦牟尼佛3000年的教学，而是十方三世，所有一切诸佛，没有一尊佛不是用这个方法。啊，那么净土宗呢？净土宗是戒定慧三学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当中圆满，妙不可言呐！啊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其他统统放下了，这就是觉。不觉做不到啊！啊，这一部经，天天想着这一部经，天天念着这一部经，啊，把这一部经的道理、方法融会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这真正叫得定。啊，这个定是真的，不是盘腿面壁那个定，那个定定没用处。真的定是什么？行住坐卧都在定中，他心不散乱了。啊，也就是说，眼耳鼻舌身不受外面环境干扰，这叫定。啊，还受外头环境干扰，没有得定啊。为什么不干扰？因为他有觉，觉的什么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外面环境全是假象，放在心上就错了，放在心上就被染污。啊，心就不清净了，根本不放在心上，所以永远保持心的清净平等觉。啊，清净是僧宝，平等是法宝，觉是佛宝，那就全在一句名号当中啊！啊，这经中的殊胜呢？啊，密宗里头灌顶就跟贤教里面的传授三规同样一个道理。啊，受以本尊之印。啊，净土宗的印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真言也是咒语。密宗有，那要是净土宗呢？净土宗也就是这一句佛号，这句佛号是无上的真言。啊，此后行人呢，就可依教随分修学，这戒缘嘛。
结缘观顶。啊，第二种呢，受持观顶，这个不一样了，与如法即行之事，传授密法而作观顶。这就等于念书啊，毕业了，举行毕业典礼。啊，颁发给毕业证书，啊，给他穿上啊博士的服装，戴上博士帽子，啊，这个观点就这个意思。啊，所以这个里头也有等级的。啊，不一样。啊，你比如读书，你参加毕业典礼，有小学毕业，有初中毕业，有高中毕业，有大学毕业，有硕士毕业，有博士毕业，不一样啊。啊，所以一个人在修学过程当中要受很多次的观顶啊。啊，那么得观顶矣，堪受十位。啊，得到观顶之后啊，你就正式成为老师了，就是你可以传教，你可以教学。啊，于密法中呢，做阿舍离。啊，阿舍离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是清教寺。啊，像现在学校的指导教授，啊，他亲自教你才有这个关系。啊，不是亲自指导我的，没有这个关系。啊，所以舍离也不是随便称呼的，啊，关系很亲密，啊，他亲自指导我的这个老师。陈舍利啊，是为受持或者传教观点啊，上乃初分啊，这是大分呢、啊。若详论之啊，则在上述二者之间，尚有常行之四种观点。啊，不一样！啊，这四种观点这里也说出来了。第一个平观，啊，这是最常见的。啊，上司，你看拿这个小水瓶水，啊，手指蘸着水纸，弹到你头上，这个观点。啊，这是表法的意思。啊，说得修习生其次第之自在。那么第二呢，密观得修气脉明点之自在。密宗里头确实有气功在里头，啊，所以学密也大概都懂得气功。啊，第三是慧观，得具菩提心觉之修持自在。这个位置一次比一次高啊！真正发菩提心的，那换一句话说，平观的时候一般凡夫啊，密观是真正修行人。啊，真正发愿呢，依照密教的仪轨来修行。啊，到慧观的时候，这是有成就了。啊，发菩提心，这发菩提心真正大乘菩萨。
最后是大手印观，得修大手印道之自在。啊，大手印跟禅宗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教下的大开眼界，净土宗的礼义心不乱，同一个阶层。啊，所以通常有这四个等级，我们继续看下面。又观点复有初位与后位之别。初位者，如《大日经书》首，啊，下文六有三界，譬如世间刹利之中，啊，这用世间法来做比喻。印度刹利就是王族，啊，与少吉、少司其位，啊，太子接受啊王位，啊，令王中不断，为其弟子，啊，弟子就是我们所说的太子，啊，而作灌顶，取四大海水。以四宝瓶盛之，水令流入太子鼎，灌此水以大声三唱。啊，这个就是要说三遍，汝等当知，这叫大家应该知道。啊，太子已寿未尽，啊，他已经登基成为国王。啊，自今之后啊，所有教敕皆当奉行。啊，皇帝有命令，有圣旨，那应当要奉行。这个话要说三遍，等于说对全国人民宣布，太子登基做国王了。啊，全国人民都必须要服从。啊，是这个意思。今如来法王啊，亦复如是。啊，这是菩萨观点。啊，菩萨成佛了，为令佛种不断故，以甘露法水而灌佛子之顶。啊，这就是佛门弟子。这从此以后，一切慎重。贤所敬仰，一至此人毕竟不退于无上菩提，定受如来法王之位。啊，以上就贤人初位而设来解释。啊，这是刚刚登基，啊，刚刚入位。至于后位，则如弥藏记里面所说的，啊，菩萨初地乃至等觉，这一共十一个位置。哦，这个才是前面所讲的大手印观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好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